然后，就是之前你们砸的时候也没出过呀，顶多出个巧克力卡呀，也没见出水晶鞋呀。昨天的时候他猛一砸出了，然后我在安徽的时候不是，他不是砸那个叫什么礼物，砸那个也是砸那个，好像什么青青树叶不是出了个游园嘛，价值2000块钱那个礼物，他不是咋砸出来的？昨天然后出了水晶鞋。说我今天完了，我发现我真的是斗鱼美人了，我一脸都脸到王小贝。现在我看见他，我头都是痛的。这个傻逼咋回事啊？我一脸就脸到你，我说我今天是咋地了嘛？周瑜要给咱俩当红娘啊！哎呀，我真是服了，我就想问，斗鱼真的没主播了吗？就有你王周小贝瑜知道想给咱俩当红娘，要咱俩结婚，喜结连理。一回行，一回没事儿，两回没事儿，都第三回了。我真是服了，我这样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我一脸。